谢谢。Thank you。太帅太帅。文静啊。舞台上碰面，是诸葛亮先生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没有，我朋友以前几年前就在许湘龙同过一次台，就是那个时候我是替那个陈金佩访问你呀、啊哦？是吗？啊，这以后就没有同台。今天你来太感激了，哪里？这个两位这个 super star 为什么没办法同台表演？这个有道理。他们 super star 超级大牌。哦，因为你们两个的价，两个弄得北边说你当，因为你们两位的价码都超过水准太高了。这个哎，不要乱讲啊，税金处要找麻烦。真的，而且这次我刚从美国回来，在美国看到诸葛亮先生中枪，哎呀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想，真是，更是没有机会以后跟你同台。所以啊，这次看到你身体这么快复原。啊，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的很开心，谢谢。因为我们诸葛亮先生带给全省各地，尤其旅游界大家的欢笑，简直是不得了。我每一次坐这个旅游车啊，从高雄、哦、游览车，你也坐游览车、啊？我有坐、啊，常常坐、哦。我喜欢旅行的，太强了，这个太酷了。全省的旅游车、游览车都是放我们诸葛亮先生的。讲到这，才知影讲文静啊，你真正酷啊头啊，你真正足酷的啊，本来坐游览车伊。哎呀，车买买，怎囥会存呢？